动动乐，动动乐，在这边动动乐。小红帽动动乐，体操游戏。好，走。啊，要喷一喷啊！来，一，吴心怡，啊，乖乖进去了哎、欸。等等吧，来边。来，啊，坐在那边啊，那边等你。好，很棒。好，老师在上课之前，因为还有人。
介绍一下，我是骑士堡的泡泡老师，你们好。泡泡老师好，很棒。上课之前呢，有一些小约定要跟你们一起遵守哦。第一个约定，课程进行中，如果你有事情想要跟老师说，我们必须先做一件事情，是什么事？举手。举手，对不对？很厉害。那举手可以马上讲话吗？可以吗？不行。那怎么样才可以讲话？姐姐说，让老师点到你。对，很厉害。 OK， 很棒。大家都会吗？会。好好，那什么是紧急的事情？谁知道？好，你说。上厕所。上厕所。还有一个，好，妹妹你说。想到了吗？好，什么？出去。很棒，两件事情。好，厉害，两个小朋友都答对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上厕所，第二件事情就是想要去外面。这两件事情如果你要去做的话，麻烦你先举手跟老师说，老师会请后面的哈哈老师开门让你们出去。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出去也不能再进来。对，很厉害，就是出去之后就不可以再进来了，因为如果你进进出出的话会影响到小朋友。 OK 哈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现在要尿尿是吗？很急吗？好，来，那我们先让你出去。可是你今天他就不能再进来了哦。OK， 好，好，再来第二件事情，有没有看到后面教室后面有两张椅子？是什么颜色？加什么颜色？红色。红色加什么颜色？粉红色。粉红色，好，很厉害。这个椅子啊，我们是给家长坐的。你也要尿尿？好 ，OK， 好，老师开门让你出去。好。很多很多